这礼物啥？这是啥？你打开看就知影，我保证哦，你看了会足欢喜的。来，结婚纪念日快乐啊！多谢。明珠，我嘛有一个礼物要送你。你要跟青龙离婚？是啦，我进前去看慧心，伊讲伊已经把过去的代志拢总放下，伊即马心内无爱，嘛无恨。即马这个家是你咧欢，伊愿意成全你甲清凉。伊知影你的心内一直真要紧这件代志，伊愿意成全你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只有你这媳妇，清凉嘛只有你这太太。我的这张离婚协议书，为少年得到老，即马这张协议书在我面头前，我哪会没有感觉？我现在就对不起大姐。阿姨，我嘛知影讲你伫安尼想啦，有特别交代过，讲请阿姨，你莫想伤济啦。另外又讲啦，伊讲后界咱林家都交你，麻烦你照顾，嘛辛苦你。多谢你，我会找时间去看大姐，我会亲身甲伊说多谢。从今以后，咱林家无大离房啊，也希望讲今仔这顿饭结束，顶一代永远完到这为止。来安尼嘛，咱会当开始食饭啊无？啊，即马应该袂食袂落啊吼？袂啦，包厢坐满满，气氛遮尼好，当然嘛食会落。来安尼，我去请服务生来点菜，啊，大家先明白。嘉轩，你过来。海叔，我唔知恁在家。啊，你是不是兼着包厢啊？嘉轩，是向由你来。我朋友可能去唔着所在啊，我去外口打电话给伊，就莫在家叫了恁啊。包公家就是家。世界饭店有第二间的玫瑰厅。夏莹，有啥物话咱出去外口讲。要出去，你家己出去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即马走，就对我好需要讲三连三。夏莹，今仔日是阮厝内的人食饭，袂当招待外人。外人这两个字，讲的是我，是吴家秀。当然是你，家秀是阮的亲家姨啊。你什么拢不是？那恁你讲唔对，吴家秀唔是你的亲家姨啊，伊是你的查某孙。我约伊过来，也是爱伊用恁林家另做贵重。你黑白讲啥？你敢有证据？无，无你就莫踮遮浪费你的嘴烂。
叫你离开。我无证据，啊，不过我有证人，林楚阿姨，你就是我的证人。林楚，这个代志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，因为明珠阿姨就是头一个发现吴家秀是林家苏行路的人。你敢敢讲不是？那不是你哪会把吴家秀关起来，搁找人才有时间给伊注射，搁爱人给伊顾条条嘞？是安怎？你常常无讲话就是承认，大家敢知影是安怎承认？我发现伊甲吴家秀关伫咧教堂的地下室，伊就爱我替伊甲吴家秀送出国，让伊永远拢无法度倒来台湾。我恨伊的底，伊无法度甲我安怎，因为我是伊的共犯。青柳，这件代事你嘛知影？妈，我嘛是后来才知影。啊，那明珠，都有影亲像像伊因爸同款，伊对家秀有做出一种无人性的代志。查某孙可能永远拢无法度回来。家秀，这个代志你早就知影。你哪无甲我讲啊？你哪会敢讲？因为亲家姨啊，变作是应该的事情。姚明珠一定会想办法找吴家元的门啊，那无这个秘密哪会当无这么？小姨，你你哪会出卖我？想叫你无这个意思，我叫你甲小王子配合我，你唔肯，我当然照聘照行驾驶。是无辜的，大人的冤枉，哪会看在你囡仔身上？所以我找你算账，把你所做的代志全部压下来。我若是无警告你一下，你就是讲我讲过尔。离婚协议书。看来你这个李芳太太爱收真真正正的林夫人啊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你替吴家秀做遐个代志，内场所有的人拢袂理你，你会跟我同款，永远是林家的生意人。你会安尼讲，
是因为你无法度入林家大门，所以你咧门外拍闹咧，怪你今日做出这种代志。好佳仔，我已经照顾佳云，我无你这个孙媳妇，你嘛无资格做林家媳妇。姚明珠拢有法度做你的媳妇三四十年，我看做林家的媳妇嘛，不是外公菜的代志。你会呛这的话，只是想要顾你家己面子。欧巴桑，把你的媳妇带转去，好好教。卖和一个出来危害社会啊！你阿妈叫我等你。爸，我看你先等伊甲阿妈好好解释一下，小英姐我来甲伊讲。王孝英，你到底是要补我什么时阵才完成？我嘛不知影，到连补到欢喜为止。你想看卖安尼怎？咱两个恩怨完了，你拄好喺倒位时阵，就全部拢结束啦，我啥拢无去。你想看卖我伤害我身躯边无辜的人，安那无，我会追究到底。你会当甲我安怎？我即卖就甲你讲，不管是你。还是吴佳瑜，我拢袂放恁煞，包括你的囡仔。我过去有偌艰苦，我着爱你一家三口承受同款的痛苦，包括你林家所有人。这着是你林志辜负我下一的结果。你搁针对我三姐试看卖，卖两只讲我姊妹好欺负哦。你假是讲你也是吴佳云的姊妹啊？是，唔是？你只是说我。啊，不过你身躯内底流的血是林清亮的血，你只是林白一种啊。你的心事别空，我将来嘛唔免对付吴佳云，因为姚明珠会亲手对付伊。你另作归宗。吴佳云嘛未有好日子通好过，我就是爱用你来做成林家的红宝。我恁阿婆会当幸福快乐到什么时阵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夏莹莹，你留一点仔快乐，替你三姐去吧。是嘞啦，这不是你的不对，啊，不过是安怎你拢袂甲我讲啊？我看到的亲子鉴定报告都是姚明珠提给我的，我知影这件代志的真相了后，嘛感觉足意外，到今嘛阁无法度相信。我本来想讲，等我甲代志想个清楚，再去找你大官做一摆亲子鉴定，然后再甲你还阁有三姐夫讲这件代志。想袂到就安尼变空啊！真正足实嘞。你叫我三姐，志明就是你的姊夫，姊妹啊是无需要回失的。我唔够钱就唔甘你，想说阿姨会当对你做遐过分的代志啊？无要紧啊，我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上吊的是，你袂当因为安尼就去找姚明珠去冲突。那你做，只是顺下应而已。不管怎，咱拢一定要好好保护林家，我嘛永远做恁姊妹的靠山。